动车筒身以及尾丝管，它是沿用原本的，我们将管路另外的来做修改。原本管子的状态，它这个大小声的声音落差并不明显，所以我们将这个双出的部分另外的来做修改。另外它这个使用的阀门款式，这是电子式的阀门。这个筒子它有一进两出的回压设计，我们另外将管路重新的来拉制来做设计。它分为两侧，右侧筒身是控制小声，左侧大小声都有，这是并进的方式来做设计。至于前段这个中段也已经有更换过，并且搭配这个金属触媒。另外我们在头段的区块，也将它换成雷利的金属触媒的改装头段，这个都一并的做升级。在这个角度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，然后再转个角度。好，这个就是整段排气管的这个设定。